是否水平高度一致，有没有左高右低或者右高左低的现象。上部分是喷头一，下部分是喷头二。主要观察的是位于左边颜色的黄色和红色与作为基准色的黑色的位置关系。我们先看这边的红色，这个打的是先由黑色的三根线作为基准线打出来，再将红色色线作为测试线打出两根，红色两条测试线应该完美的夹在黑色三条线正中间，这样子的效果是才能保证左右水平那个喷头左右两边高度保持一致。先将固定螺丝松开，DX5 喷头的话是向右顺时针拧的话是将喷头向后退，反之逆时针向左拧的话是将喷头向前推。这种东西要用放大镜看一下，你看。这种样子就是留白，等等那个什么。喷头二向前进的话是两个调节螺丝向左逆时针拧，喷头一向后退的话是顺时针向右拧。调节之前要把固定螺丝全部松开。像新的效果就是好的，然后